山仑里排是山仑里重要的排水系统，日前风台大雨，就因为排水不良，地数半个钟头拢予水淹掉。为着彻底改善问题，镇长柯志宏是再一次找来工程顾问公司，来到现场研究改善的办法，希望会当将两边老旧的石头替换，改做现代化坚固的排水沟。镇长柯志宏是找来工程顾问公司技师，以及里长吴顺和甲当地居民来甲三轮礼拜现场研究改善的办法。原来就是顶礼拜下大雨，造成排水沟的水溢出来，规个砖头上少一半以上拢淹水。水啊，淹起来到遮咯。进前有砍一遍，进前拉袂砍的，进前拉袂砍的时阵，跩草啊都无看几条沟。啊，这边也是迄日里长啊，带人来砍破皮，往遐破皮啊，有诶遐一空破皮，落砍落水，砍落去水才消出，无迄边诶水结满满出来路诶，吼、哦、啊，即就是阮仑尾庄半庄诶庄北诶水排水结往这条路诶。啊，这个八月六号、八月七号哈、哦，受到一个西南的气流的一个影响，造成哦三轮里。哦，会当讲吼，这个是真哦，因发生一些情况，所以吼、哦、啊，咱将对叶三零二台吼、哦，那么积极吼来讲，慢慢来甲做些改善。那相关的讲，因这条三零二台吼、哦，关系到吼，咱这条呢三零二吼，这两大排水之一，会当讲吼啊，这条排水吼啊，长期来啊，受到吼咱乡亲真正重视，啊，因为这回吼啊，做水啊，造成吼这砖头啊淹水的情形。所以吼、哦，啊，咱伫八月六号、七号，那么积极吼来做一款吼疏浚的一款工程。那后来到八月十三，那么安尼吼来做一回勘，会当讲针对这个三零二排，咱来甲做一改善。香港啊，相关单位还是中央积极吼来争取一些经费，会当甲这条啊这个三零二排来做一下改善了后，会当好证明吼、哦、有一个安尼感觉讲吼安全吼，安、啊、这若拄着几只鱼，会安这安尼积水的现象。会当讲哦，改善着咱镇内一款饮水的所在。这条排水对镇头来讲真重要，因此有将近400人做会人数，希望公所会当帮忙向顶管反映，将状况赶紧改善。根本排不出去，然后现在是休耕，所以那个田哦是没有种植稻作哈，所以淹水也是很严重，可是只是说没有灾损呐。只是说我们乡亲哦，今天已经送联署书到公所了哦，送了20多张哦，一张都二十个人哦，将近快400人联署哦，希望说这一条哦白水沟渠哦，能尽快把它完成施作哦，然后跟县政府啊，然后中央哦申请一些经费哦。把整条沟渠做得完整一点了、啊。这个会勘了后，会向登记单位争取经费来整治三轮礼拜。规段长度大约1公里外，会将两块老旧土地整治为现代化、搁精用的排水沟，让居民免除落雨淹水的忧心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罗港彩虹报道。